今天这天儿啊比较好，暖和还没风，今天打算上山去看一看。找一片桦树林，打算直接进去。这次来这个山里看看这个雪啊就化没了啊，因为连续的三天高温呢。看看这个就是刺五加啊，这个东西是药食同源的，到了这个春天的时候我们就会采这个叶子，这个叶子直接当野菜吃，也可以炒茶叶的。看看金银花啊，这一小片就是一小朵。路边的野花你不要采，这就是东北的第一朵小花啊。虽然叫雪莲，好像和那个武侠片里那个雪莲差距有点大，武侠片里的雪莲都这么大，咱这个一小点点啊，我们这头太冷，能活着的都是好样的了。对对对，他看见咱了，报警呢。现在这个季节又快要采桦树枝了，现在可以先刨一下看一看，还不行。就如果正常情况下，它就打着一个眼就开始往外出水了。现在还不到季节。蝴蝶，不像话了啊！我天哪，蝴蝶这么早吗？东北满山都是宝啊，上看天，下看地，中间还得看空气。看看这块白灵芝在地上呢，这都是今年新生的，还有这个底下这个都是去年老的。我在家的一个人看天呢，没看着有货，结果一低头在地上呢，这只鸟孩子这块追着咱子儿子呢。来放筐里，那个鸟搁哪去了？你再这么叫唤警告我们，我就把小猫拿过来，让小猫咬你。看看那个树上头，看看是啥。离老远还以为是灵芝呢，结果不是啊。这个东西叫瓶盖流灵芝，也是老牛肝。这个看上去还真挺光溜，这种东西是有多年生的。看上去这个生的时间比较短。哎呀，我发现了一个好东西。这里头居然有个草耙子，不能吧？但是它是死在上头的啊，好多呢，这儿还一个呢，放着。我这嘎看着一个小花树，结的是啥？不知道。哇，不是白灵芝啊，马蹄子。这也是新长的，看底下长得其实很漂亮的。这个东西是马蹄菌，没什么实际用处，这个粘着。瞧瞧啊，这就是狍子的粪便，但是这嘎有个小桦树干儿，这儿呢来一个白灵芝，也不错啊。就这林区从来不缺那个烧火柴啊，这是死的那个小树啊，还有这个枯枝，这个鸭子都可以拿家烧火，只要是你人勤快你就冻不着。又发现好东西了，这玩意儿像云层一样啊，这个叫云芝蘑，这个树上都爆干了长的啊。在上面也采了两个，这个季节就是特别干，这个时候往下抠绳还是比较好抠的啊。这东西有专业收的，就是抠起来太费劲了。中成药的云芝甘肽就是这个东西的粗提取物。